小妹认为果的老板对我哋班烧坏脑进行生产能力评估，即系等于将我哋班烧坏脑隆中排除向最低工资条例保护以外，事关生产能力受损，即系交唔足货俾人啦。点捻样要班试头科足银两先？我哋班烧坏脑揾长工嗰阵好冷难噶，而且人工仲好冷低添。小妹就建议政府应该立法，要政府留返的公务员委配额俾请晒我哋的烧坏脑啦。最好重要的大公司机构都系留返一定数量位俾我哋。你条八婆都按周周行路上广州，你货足银子买杯柠檬茶，人哋俾半杯你，你肯唔肯收货啊？成班社会垃圾正系识得搵人老衬，真系唔捻死，冇捻用。